位老师哦来完成的工作，来教学生囡仔来做，所以叫你做传承工作，唔是讲干那观光，拢你教教学生囡仔吼。这个叫做移栽板，移到全省向县镇的落捐270块的农民来提前跟交流，这个叫做鲁光雕，这个叫县雕，这个以前换作汉朝叫正康城的牌位。以前有规定，列祖先呐做一品官甲三品官，外口才会使从庙来做挑选。哦，明朝以后变一品到九品就可以，一直换官。中华民国以后，阿爸皇帝的话，去外外嘛换官。哦，哎对哦，你看看这个条啊，这个乌心蕉，这个乱电话的问题，为什么会细细格格？希望伊的子孙做人正正当当。外面的住住为什么圆圆的？出去外面圆融就好，正正当当的人怕谁？做人啊，哦，来，你看土下这个庄啊，是不是真侪人？希望他的子孙人丁兴旺，人子增，希望伊的子孙人丁兴旺，所以叫做安尼，叫做人子增。边啊，细细格格，敢那残的，有人了后阁有残，有残了后身体健康，外面骨甲长寿，骨骼都会修。哦，有人有钱，身体就健康，大家拢来，哦，来。咱这个门有超过怎么跳的？人啊，百岁以后是棺材放在只寿陵，顶过人较迷信啦，超死叫做凶死。独孤老门有门神来扛在砖头外口处理后事，袂使扛在内底惊煞狗天。即摆有三人出家，有咧门扛出来三种人。第一种人惊死，就是咱拢做运动员。第二种人。